好，欢迎嚟到吓今个星期第二集嘅呢一个嘅香港人家书啦。咁啊，继续有广传媒嘅何良茂老总同埋 MHK TV 嘅老汪咧，同大家去倾下偈。咁啊，上星期咧同日咧，阿老总你好似去咗国家嘅一个嘅听证会喎。系啊，系国会有关即系中共干预加拿大选举嘅听证会。系系。咁啊，今次系我第二次出席噶啦。想唔想飞去 Ottawa？ 唔使，用视像作证。系。上一次就系2021年啦，即系两年前啦。嗰阵时就年底，今年就年初。咁啊，其实都系国会好突然嘅。喺礼拜一朝早就收到国会嘅电邮，就邀请我参加呢个听证。咁啊，礼拜五就要凌晨喺我住嘅地方嘅清晨5:45开始。哦，你都差唔多起时起身打八段锦啦，呢个打太极打太极。咁但系佢点解会拣你？因为你以前系因为星岛嘅前老总佢揾你啊，定系因为前一排你俾国安通缉，就即系你领教过佢哋嗰啲嘅暴行，所以你更加清晰咧？嗱，佢系因为我以前做报纸老总嘅身份啦，亦或系俾人通缉啊，就是、不得而知。但系。肯定佢系当我喺个社区入边咧，就即系知道一啲中共嘅统治手法啦，干预一个华人社区嘅一啲内情嘅人，因为我都喺报纸上接受过访问，我相信国会都有记录嘅。最紧要嘅系知道嘅，当然唔止你一个啊，但系够胆讲嘅，可能得你一个都未嚟过。又唔好咁话，啲人咁细胆，不过咧就。名额有限，名额有限，时间有限，咁啊，或者佢哋讲嘅嘢出嚟爆嘅料，可能真系亦都有限。唔知啊，咁我咧就尽我所知啦。上一次我个主题咧，我讲2021年嗰次咧，就讲紧加拿大而家面对中共嘅影响越嚟越犀利咧，有啲乜可以做？我就提出当时啊，提出就系加拿大要通过代理人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同埋反外国干预法，要学澳洲嘅做法同美国嘅做法。咁啊！今次咧，我就作证嘅主题就系中共喺加拿大影响中文传媒同埋中国人社区、华人社区嘅手法。嗰啲咩1320、1470嗰啲，肯定系要招呼下佢哋噶啦。咁啊，自然我都有提到呢啲咁样嘅传媒啦。明报加西版嗰啲，我之前都同你讲过，嗰啲不停都系有讲话个社区里边有好多呢啲咁嘅种族仇恨啊、干预啊，即系针对亚洲人嘅呢啲嘅暴行啊，即系讲到加拿大好似系专门讲紧我同你唔通。系啊，我哋批评紧呢中共就系制造仇恨啦咩？系啊，咁而家中共而家系。在加拿大製造仇恨啊，他哋先至係個始作俑者啊！你叫我哋愁眉啊，因為我哋見到中共在加拿大嗰啲 WeChat 啊、嗰啲 social media 咧，就不斷日日散播啲美國即係你點衰啊，對印第安人啊，美國嗰啲咩啊，對付黑人啊嗰啲，即係猛散播呢啲東西，完全係完全脱離曬我哋，喂，將我哋嘅視聽就話中共而家好似全世界最美好嘅政府啦。將一啲普通嘅一啲喺路面上面嘅一啲嘅糾紛，只不過係一個亞裔同一個其他嘅唔係亞裔嘅人一啲嘅糾紛，就變咗就係一個種族嘅仇恨，針對嘅一個亞裔嘅呢啲嘅身份嚟開佢波嘅一啲嘅問題。即係我哋喺好多嘅華文媒體都見好多，係啊，喺個巴士站啊，或者有啲人嘅衝突啊，又話人哋針對你哋嘅亞裔啊，人哋賣嘢或者係個售貨員對你唔公平，或者唔係咁好，喂，可能係個別嘅人士嘅呢啲嘅服務態度。你就話都係針對亞裔，將件事係嘛雞仔咁細都煲到好似係鴕鳥咁大。唔係當然都唔可以否定喺加拿大或者係西人社會、西方社會咁講啦，係對於嚟自亞洲唔一定指唐人嘅、可能對日本人啊、對韓裔啊，或者係甚至對呢啲越南裔啊、對菲律賓裔，佢哋都唔滿意嘅、即係呢個地方係有種族嘅問題。全世界都會有，但是你將一些針對中共的東西就說成是對中國人的種族歧視，本身就很大的誤導。不對疫情之後成日都話哇，啲咩即係針對中共啊？呢因為疫情啊，你哋而家就將裝水潑曬去中共嗰度，咁呢啲就擺明係中共嘅大外宣。有冇同佢哋講下咧？即係有一啲嘅華人啊，老華僑啊，最中意用一啲嘅中國程式、手機程式，咁啊日日咧就喺啲手機程式裏邊咧，就講到中國就不得了咁好啊，講到中國就有幾仁義道德啊，又或者抹黑啊，即係西方民主世界嗰啲嘅不濟啊、暴力啊、槍械啊，即係將嗰啲嘢就煲到咧就係世界末日咁樣啊。冇錯，係啊，呢啲就係。丑化西方社会，
而彰顯東方大國的崛起。東張西降，東升西降。東升西降，有講，我就將呢句譯為英文出嚟先。咁啊，我呢次嘅聽證即係五分鐘嘅發言。係。五分鐘發言咧，事先有份稿啦，英文稿啦，咁啊，事先要即係交上去俾國會嘅委員會入邊全黨啊，咁然後咧，我哋就發言啦，跟住就接受嗰啲議員誒跨黨議員嘅質詢。你最尾有冇寫 fuck 出到啊？有冇講？啊，冇，我哋斯文人嚟嘅，可以噶。啊，我哋唔講粗口，我哋講爛口嘅啫。即係鬧鬼佢啲執政失敗嗰啲有冇講啊？唔講得過呢啲咁俾佢。咁啊唔會啊，國會聽證都係要以事實，因為仲有其他渠道。因為作證咧，一定要事實基礎。如果有誤導或者係作偽證咧，就係刑事罪行嚟嘅。明白。咁老總，咁啊，我哋都曾經去過嗰啲咩乜乜同鄉會，賓州同鄉會，唔係賓州，温州同鄉會。你吃真的有個賓州的大陸有賓州南都有的，但我不是說笑，即我只不過去了溫州而已，那個三點水的賓字那個好像沒有人來的，是的，又說他是什麼中共海外警察的崗位，現在 還不去調查，調查結果怎樣都不公佈的，咁啊，特別安省嗰幾個海外警署，究竟係真定假咧？係咪我哋冤禮佢咧？唔係，皇家騎警都要還一個清白啊！為呢啲咁樣嘅機構。咁有冇作證？我哋又誒嗰陣時，我哋嘅市選咧，就有啲嘅人咧，就係收一啲蛇齋餅種啊，咁啊20蚊居馬費啊，請佢食燒味飯啊，嗰啲嘅呢啲。冇咁細緻，冇咁細緻嚇。啊，因為呢啲係公開咗嘅新聞咧，就揾得到嘅。我哋最緊要就係要歸納啊，中共喺加拿大的華人社會和我們的中文傳媒，他用什麼方法去收編你們，或者是令你歸邊，或者令你不要說不利中共的事，我就這些手法。如果我是你，我就招呼梁煙成，天天在個電台裡面開咪鬧美國那些，講到中共那些我就沒有逐個人名去點的，但也都有講到他有一些的代理人，他們在這裡發表這些樣的 fake news 啊，在社交媒體上散播這些東西，這些都是他手法部分，都是一個統一戰線的工作，即是我們要揭露他的那個手段啊，和他的策略啊，咁啊，亦都係會成立佢嘅傳媒啦，啊會得閒咧就會賣全版廣告，去為説好中國故事嗰種，或者係將香港嗰啲即係鎮壓香港人嘅政策咧，就説成係中共係做嘅好事啊，咁啊即係支持黑警啊，即係我哋都揭露啲手法。梗係啦，因為即係最緊要就係因為一去到啲咩國安法成立嗰陣時啊，跟住有一啲咩嘅同鄉會啊、全國嘅咩嘅一片叫好嘛，一片叫好啊、支持啊咁樣，然後即係發布呢啲咁嘅嚇有歪加拿大價值嘅呢啲嘅言論啦，係嘛？好啦，老總，呢啲嘅嘢其實喺我哋嘅華人圈子其實司空見慣。但西人不知道，是吧？因為他們不看中文，也都不識中文，又聽不到國語，又聽不到粵語。但我又很擔心一件事，就算你今次可以逐每年好像去耶路撒冷咁樣逾越節咁樣去一次啦，咁你年年都去，次次都俾機會你講，講完之後，喂，最緊要嘅 follow up 係點啊，大佬？有冇 follow up 嘅佢哋？即係我都見你幾次去國會啊，講完又點啫？講完就算咁樣，就講咗當做咗，喂，完全冇任何針對，仍然繼續嗰啲1470、1320日日大放厥詞，明報加西版啊，或者你以前嗰張報紙啊，都有一啲嘅依啲嘅好幾俾偏頗企埋一邊嘅一啲嘅言論、一啲嘅文章，係嘛？一兩啲廢腦會收到嗰啲嘅微信啊、WeChat 啊，講啲咁嘅大外宣嘅依啲嘅假大空嘅講大話嘅依一啲嘅消息，繼續有人蛇齋餅種，繼續依啲咁嘅乜乜乜物嘅團體喺度做啲統戰嘅嘢，甚至無叫我哋依啲嘅市長啊、省長啊去出席嗰啲慶祝國慶嘅依啲嘅宣傳中國嘅依啲嘅女落人心嘅一啲嘅活動。無日無之，仍然有繼續。我見唔到加拿大個國會聽完你所講嘅肺腑之言，所有嘅真相做乜 Q 啊？作證咧就唔係偉哥嚟嘅，係去國會作證咧，你唔好以為食咗特效藥，噗一聲會彈起，唔會擎天一柱嘅，係唔會嘅。但係咧就提到嘅意見咧，就會有助國會議員咧，就係推動政府，包括而家就搞緊個外國代理人、外國影響透明度登記法，即係內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而家喺度搞緊，政府喺度諮詢緊，去到五月啦嚇。咁啊，另外咧就係關於其他外國干預嘅，特別我哋嘅情報機構嘅工作咧，其實我去作證，即係睇講一啲手法，嗰幾個情報前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嗰啲官员嘅作证先至最道辱啊。嗯，特别其中一个亚太事务嘅主管嘅作证咧，就话过去三十几年啊，我哋情报安全情报局呢个 CSIS 啊，发布唔少报告，发表唔少广警告，但系无论以往嘅保守党政府或者现在嘅自由党政府，都系基本上不作为，所以做大咗中共。You can't see me， 睇唔到。系咯，即系呢个前 CSIS 嘅高官你咁样讲，即系证明咧，唔系净系自由党系咁样啊，即系。唔知系咪加拿大人系咪居安思危到咧？完全敌人打到埋身边都唔知咧。我谂有几样嘢嘅，即系第一，加拿大同中国嘅好遥远，系嘛？咁即系喺过去三十年，即系亦都就算有呢啲嘅消息，我哋头先睇翻我哋加中之间嘅呢一个嘅贸易，其实亦都唔系话即系好紧要一个嘅。我哋唔系排到佢 top five 呢啲嘅贸易嘅呢啲嘅伙伴嗰度，做唔到啲咩嘅生意。大家仲记得杜鲁多曾经去拜访中国嘅呢个时候，系嘛？我哋仲吓即系好多嘅呢啲嘅媒体就要丙佢，又话你今次之行过到去吓，见到马云呢一个侏儒，你都要行条咁嘅长楼梯上去俾佢欢迎你，系嘛？即系有辱国体，但系攞翻翻嚟嘅，你攞啲咩嘅订单啊？攞到啲咩嘅嘢？好似攞唔到啲咩嘅嘢。咁啊，我怀疑紧啊，即系个生意嗰方面咧，就即系唔系话即系咁大嘅呢一个嘅得益，系嘛？咁啊，即系可能睇唔到 immediate 嘅嘢，但系。你唔好忘記，雖然佢而家今時今日同你冇做咁多嘅生意，但係加拿大就似一個好天真、好善良、好可愛嘅依個小朋友，屋企有大量嘅依啲嘅家財，係嘛？但係佢屋企嗰個豪宅咧，就其實個保安咧就冇乜看監嘅，因為佢諗唔到側邊有啲魚狼似虎嘅豺狼啊，會打佢主意。你屋企裏邊又有礦產，又有木材，又有石油。係嘛？又有天然嘅呢啲嘅唔同嘅海產啊，呢啲嘅樣樣嘅 resource， 自然資源豐富。跟住你仲有一啲未開發嘅土地，可以喺度炒呢啲嘅房地產。人又咁少，人又得咁少，而你一個開放嘅移民嘅呢一個嘅國家，你俾人會滲透，你俾人會嚇。因為你好需要移民入嚟嘅時候，你就要歡迎一啲嘅其他國家人喺你嘅地方裏邊落地生根嘅時候，而呢啲嘅人嚟到你嘅國家，唔係一心去為咗你個國家嘅將來一齊建設一個美好嘅家園，而係。利用你的家園建設他們的美好家園，拿你的 resources， 拿你的這些資源，令到他們的國家壯大他自己原來的國家。我覺得是加拿大一直都是沒有將這個道理講得很明白，是就是一班很有沒什麼機心、很善良的小朋友，是而是不會明白到世界的險惡，而最 happen 的就是他不是挨錯俄比亞的貧窮烏蠅嬲到他死的那些小朋友，沒錯，還有穿了西裝，是哇，即是你想不到原來的心地這樣的，即是外邊那些人，是我有做一個，我咁樣講啱唔啱啊？你絕對啱，但係你又講即係表宏觀嚟咁講，但係另外一個從歷史嘅背景講咧，我而家慢慢了解點解呢個安全情報局嘅高官前高官話冇作為，但係主要就係因為我哋過去100年前我哋有排華法，加拿大嘅白人咧有一種好濃重嘅歷史罪疚感，因為過去。即是由1923年到1947年完全排華法是令到沒有中國人基本上是可以進入來除了外交人員那時呢47年之後呢戰後就見到中國人呢就有參軍、啊、空軍、啊、陸軍、啊、海軍、啊、都去打幫加拿大去打第二次世界大戰即是打日本仔拿回即是華人的權利一直到1968年呢就已經全部華人呢就已經融入了加拿大即是多元民族多元價值的社會嗱，佢哋有歷史嘅罪疚感啊，因為獨白人，所以佢對於中共而家佢分唔到中共同中國係唔係一個等號嘅關係。仲有一樣嘢咧，我唔知啱唔啱。杜魯多老豆之前係到而家佢個仔，其實都唔止一次，就係佢哋講係非常之仰慕。即係中國嘅依一個嘅社會主義，由毛澤東到習近平啊嘛，係啊，冇錯。咁啊，即係唔多唔少，我哋嘅依一個國家咧，亦都係有變咗少少偏左嚇，即係行緊社會主義國路線嘅依一啲嘅國家。政策上就唔係社會主義，不過咧，加拿大係世界上以資本主義之名行社會主義之實最隆重嘅國家。但係佢就而家福利派得好緊要，北歐有得比，以社會主義之名，但係行緊極右嘅資本主義嘅國家，啱啱倒轉，呢個就是中共。中共。所以咧，喺呢地方咧有兩種即係情意上啊，
道路多，而家講緊小道路多，即係老道老多都係咁樣啦。分唔到啊！佢以為大家都係同道人，是都係為人民服務，是都係益大家，即係要令到大家即係有好嘅生活，但係就忘記咗。最重要的就是個普世價值是加拿大的最後的屏障。還有一件事呢，即亦都在保守黨裏面都我們都會見到有很多的一些保守黨員的政客、都耐不中都會發表一些很親共或者對華政策很寬鬆的一些的看法。換句話說，其實一早呢就已經有一些滲透了，被一些、背後裏面已經有衝中共的人，一些代理人埋了他們的身，令到他們講一些對中共好，或者一些某些政策對面移民政策，幫助他們有很多的留學生過來，給他們的移民依時這個過去做生意，做生意啊，各方面的事。其實當中即其實如果沒 有不少保守黨人的沒有一個機構去真正了解我們國家裏面有些什麼人跟中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一日這個的 department 不成立，其實對我們的國家這些的保障是不安全的。沒錯，所以保守黨也好，自由黨也好，他們上台對中共的立場是分不清，中共不等於中國就永遠都不會成事、第二件事呢，就是那幾個情報局的前官員就提出一個，你杜魯多現在再撥差不多5000万，我們上集有說啦，就給王家騎警去應對外國干預嘛。他說這前 CSIS 高官說冇，佢哋有錢咪照使咯，但係冇用啊，因為我哋嘅 CSIS 係冇牙老虎，即係情報搜集，第一個報告俾議員俾政府就 finish 啦，就冇執法權，冇 FBI 咁嘅執法權，所以你再俾多啲錢佢哋照使咯，咁啊，但係你王家騎警又唔係負責呢樣東西，係負責內部嘅保安，係加拿大嘅警察，聯邦警察嚟叫做，咁於是佢哋對於外國間諜呢都唔係佢哋重任嚟噶嘛，佢搞治安噶嘛。咁於是你俾佢錢就有錢，但係佢對於外國干預係冇。佢話你再俾多啲錢都冇用嘅，因為冇改革到 CSIS， 冇改革到皇家劇警。我哋真係冇一個國安處，我哋其實真係需要一個國安處。我哋唔係流於喺一個情報搜集。應該唔係叫國安處，應該係有加拿大嘅 FBI， 係即係應該有加拿大嘅聯邦調查局，或者 CIA、FBI 再加個 C 字上去，係 Canadian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咁啊啱啊！我以為你 Canadian Female Body Investigation， 你真係壞啊！你個腦裝曬呢啲有顏色嘅嘢、黃色嘅嘢。你哋各位網友千祈唔好學佢啊！壞腦㗎。應該要叫 Chinese Female Body Investigator， 因為好多女間諜專門同外國打交，我哋要 investigate 佢個 body。好似阿迪羅呢啲啊！冇咁。迪羅啲喺香港，你唔好拉到加拿大。而家彭丹，彭丹喺大陸喎，你唔好鬥佢喎，鬥佢你要中計嘅喎。咁啊，嗱，呢個高官講到嘅要害啦，就係我哋嗰個結構啊，我哋嘅情報單位同埋呢個執法單位咧，係冇相結合啊，冇相劍合璧啊。於是咧就拆開咗佢，情報還情報，行動還行動。於是兩樣嘢永遠都唔相結合嘅時咧，唔拉筋，係啦，唔拉筋，咁啊中共咪可以上下其手咯？你咪講咯，你咪查咯，查完之後你都係。冇人搞，冇人鬥佢，即係好似而家我哋海外警署。頭先你講咩？賓州唔係賓州，温州同安總會。係喂，點啊？而家點啊？咁啊，不了了之。安省嗰幾個海外警署點啊？喂，舊年10月，我哋講到而家口都臭啦。而家4月都嚟到4月中啦，就快都仲係冇人講。究竟安省嗰警署係咪我哋喺度老屈佢？抑或嗰個咩 Safeguard Defenders 呢個機構喺度亂咁發布假消息？冇王家騎警出嚟講清楚呢件事，咁即係中共咪可以上下其手咯，繼續做咯。所以錢就照收，但嘢就唔做，或者係嘢就做貪晚版。你就俾咗5000万，你就俾5亿佢都係照做嘅啫。所以高官 CSIS 高官就話冇用嘅，錢解決唔到問題的。你俾咗錢佢，但你又冇用個 KPI 喎，你又冇叫佢。一嚟冇 KPI， 二嚟佢冇權限去做啊。他沒有調查間諜的權，王家騎警，而真的有調查間諜的 CSIS 就沒有執法的權，兩樣東西，即你做了衣服就沒有褲，那個做了褲就沒有衣服，即我有了你通奸的這些證據，但你就沒有一個破門入屋他捉奸在床的能力。你很想看到他們
坦誠相見咯喎，係啊，即係有證據，但係又做唔到嘢。喂，即係我 hold 曬啲人喺出邊，又唔俾我入屋，佢捉街撞牀咁，即係咁我點去執奸啊？嗱，施石石，我作證就聽到呢個即係前高官啊，施石高官講咧，我真係好 shock 嘅嗰下，即係話四十年嚟冇作為，冇一個政府嚴肅對待中共干預。佢算唔算發緊爛渣啊？其實係發緊爛渣嘅，係佢為施石嘅同事，無論佢當時嘅同事或者現任嘅同事，係佢哋鳴冤叫屈，即係話我哋做完嘢之後，你哋個個都唔做，然跟住又話我哋情報咧就係、是、無作為，其實係政府無作為，因為個機關本身係即係有調查權，冇執法權啊嘛。CSIS 咁呢個就叫做威 do 喎，威 do 係真係正宗威 do 喎。係，所以我覺得呢個聽證咧就係呢啲情報前高官嘅發言咧就係、是、獲道老多幾巴。嗯，即係再繼續派錢都冇用嘅。嗯，啊，即係亦都講俾你聽，你再研究咩？啊，揾個國會嘅兩個小組咧，我哋咪講夠要向一個而家揾咗我哋前總督啊，阿 Johnston 啊，啊叫做莊斯頓咧，啊咁啊去做一個 reporter， 即係發文啊，即係報告員，就係報告一下，睇需唔需要去搞獨立調查？我哋獨立調查幾個反對黨都係講緊叫 public inquiry。Inquiry 即係意思即係話公開獨立調查，就好似香港五大訴求咁樣，係一個獨立調查，脱離於政府系統嘅。明白，都幾難啊！而家睇嚟。咁啊，我覺得咧，最唔想做見到一樣嘢，分分鐘可能係杜魯多，即係調查起上嚟，順藤摸瓜，順瓜摸藤，係嘛？即係摸到佢要害，摸到佢嘅要害，係嘛？摸到佢嘅 D， 咁啊，即係記喺度啊，真係。係咁。嗱，又唔可以咁樣，即係咁快就未審先判杜魯多就係共諜嘅，但係佢唔真正做好件實事，因為佢唔做嘛，我哋咪 suspect 嘅咯。係啊，你又唔搞公開調查，啊，公開又獨立嘅調查的話，人哋就會覺得你梗係瓜田李下，你梗係有啲把柄俾人捉住。如果唔係，你點解唔速速去澄清自己唔關我事啊？我要洗金盆洗手啊，好似俾甚至冇，甚至冇啊！依、這、一個嘅Jimmy 聲都開到聲講啦，喂，大佬點解有咁多嘢滲透？你好似做得唔係好緊張咁樣啊？但係呢個唔係就係聯邦保守黨最大反對黨嘅一個呼籲啊，連杜魯多而家嘅政治嘅夥伴拍檔，即係話佢維持可以杜魯多繼續去出糧，都係有一個聯邦新民主黨去同佢背書，同佢做夥伴喺國會，等到佢唔會咁容易俾人嚟 non con。不過如果再搞落去咧，跳船啦！遲啲可能 NDP 都會 ，NDP 都要覺得事態唔尋常，都會跳船，所以唔能夠話，哎呀，2025年先至聯邦大選，可能下年都有機會㗎。話一個預算案就可能搞翻呢個 rock 呢一個自由黨嘅煲㗎 ，rock the ball 啊！咁啊，呢壇作證咧，就希望國會即係能夠凝聚到個共識。就對政府有一個壓力，就特別係嗰、那個外國人登記法，就唔好再喺度走過場，又揾一啲咁樣嘅所謂而家我哋咪講緊即係公安部長馬守樂係嘛？講緊話，我哋而家講緊諮詢啊，網上諮詢啊，到時又俾啲共諜啊，即係中共代理喺度滲一啲咁樣嘅意見落去，就話唔好搞啊，呢啲種族歧視啊！我好擔心會有呢啲咁樣嘅意見翻嚟，然後小道咧就攞嚟做遮羞布，係啦，過橋抽板，咁啊跟住就唔使調查啦咁，就但有可能會發生喎。啊，我都好擔心。係因為呢個小道嘅智慧真係係咁多啫。係啊，咁同埋佢即係加拿大始終一直都低估咗即係對家嘅呢啲嘅能力咯。唔係低估啊，係知道啊，但係唔做嘢。唔做嘢啊，因為做嘢嘅話咧，佢就少咗好多。即係外來嘅助力，我成日都講，我都對同其他朝野都講，而家小道係利用緊外國嘅勢力嚟對抗緊佢，係啊，冇錯，扶起佢，即係話佢唔夠敵對黨，即係保守黨去打，於是咧就利用中共嘅人咧去喺後邊操盤，令到佢自己嘅基本盤唔會倒落嚟，同時又削弱咗對家嘅勢力，即係保守黨嘅勢力，即係令到佢哋，例如阿趙錦明喺2021年。就彎神咗啦，咁啊呢個就係我覺得即係你話佢小道係加奸又好似好嚴重，但係你咁唔去全力去對付中共，亦都令到我哋嘅安全生活啊，我哋嘅人身自由
特別我而家就係有案在身添，喺香港政府，咁有少少憂慮嘅喎。咁啊，佢好明顯睇到佢啦，即係佢係咪加奸我就唔敢講，但係好明顯佢就係會利用所有一啲嘅政國際上面一啲嘅政治上面嘅嘢啊，令到佢個權力係繼續咧就可以延續落去。咁啊，佢依一個嘅亂攢權力，但係個權力佢攞嚟之後，亦唔係為咗嚇普世嘅一個嘅福祉，係為咗佢繼續可以咧就係出糧，可以咧就有依個特權，可以咧就係去受到大麻商供應嘅假期嚇浸 hot tub 即係玩遊戲咁樣，周遊列國，出席人哋嘅喪禮，睇人哋依一個嘅加冕，死都要等到嚇今年啊，遲啲啊，英皇登基係嘛？咁佢又可以去英國去吹下風頭，又嘥我哋幾十萬或者上百萬嘅交通費啦。即係佢就攞啲公帑去威係嘛？即係我哋就要 suffer， 但係你去威冇所謂啊！你真係做啲叻嘅嘢出嚟，即係大家就所以我好擔心，即係聯邦自由黨政府咧，對於中共嗰個立場唔夠強硬咧，最後尾。都是我哋3900万加拿大人去埋單啊！那絕對會有機會。咁啊，我哋都見到啦嚇，即係國家嘅依一個嘅將來，一個領導人就要四出奔走，係嘛？即係要打好呢啲嘅國際嘅呢啲嘅關係，等多啲嘅盟友去支持。咁啊，台灣嗰邊嚇，一個前總統就走咗去祭祖。同埋學子交流，同埋去咗依一個嘅電視台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喂，即係呢個鄧麗君嘅飲歌嚟嘅，係啊，依一個係即係好有統治味道嘅一隻歌嚟嘅，佢應該唱《梅花》嘛，《梅花》我諗佢花咗之後唔翻到台灣都似，係啊，咁即係另外嘅問題就係到蔡英文啊，不甘後人啊，咁啊佢應該點樣講咧？應該係蔡英文要去南美同嗰啲民國去傾偈，然後馬英九接受到依一個嘅中共嘅依一個嘅批准啊，我唔講邀請，我講批准係佢翻嚟祭祖。應該係馬英九係見到蔡英文要去中美洲，然後佢就搞一個祭祖之旅。冇錯，咁啊同依一個嘅中共就眉來眼去，大家就互相扯線就俾佢依時。當然亦都有一樣嘢，大家都要記住，而家我哋錄影緊呢個時間，咁啊應該蔡英文就喺列根圖書館咧，喺加州洛杉磯就見美國眾議院議長，美國第三位最有能力嘅人，係最有權力嘅人，總統、副總統之後就到國會議長，係啊。咁啊，而家就開會傾緊偈啦。咁我哋因為錄影緊啦，我哋就唔知道佢哋傾嘅內容啦，或者之後佢哋閉門，你就算你喺現場報道冇用啊，都閉門見一個蔡英文嘅。不過咧，會後咧，大家就會有一個記者會。係啊，咁呢個就各位網友咧就係跟翻記者會。不過今次咧，蔡英文同麥卡錫呢個見面咧，都係一個幾歷史性嘅一個時刻嚟嘅，係美國喺美國國土上第一次。Number three 嘅人物同一個在任嘅台灣總統見面喺美國土地第一次。我成日覺得咧，中共同埋台灣喺美國依一個事件裏邊咧，好似大婆二奶爭老公咁嘅依個情況。你有冇咁嘅睇法啊？即係我第一個老婆嘅啫，你出邊個小三我哋又唔認嘅，咁嗰只嘅呢？咁咧對於天下嘅大婆好似唔係幾公道咯。但係依一個嘅所謂嘅二奶啊、情婦啊咩都好咧，就不停咧就係台灣唔係情婦啩？台灣大婆，台灣大婆，咁嗰個中共先至係情婦喂，佢係顛覆中華民國先至產生噶嘛？咁而家。個老公同個大婆就即係好翻，係嘛？即係不停咁樣性交緊，咁但係唔係眉來眼去啫，未性交住。喂，你唔好咁快過堂啊！你冇搞錯心急得滯，唔係咩？眉來眼去啫，而家喺洛杉磯眉來眼。二奶話佢性交咗喎，二奶話性交，二奶又有性交不？有性交妒忌症啦，可能係啊，係即係咁樣，我就覺得，唉，其實真係好鬼死肉酸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兩個嘅國家係嘛，一個人哋有內政嚟嘅喎，唔係啲內政嚟喎，喺佢自己國家上面議長見咩人，使唔使中共俾埋個名單嚟開？其實好牙 Q 嘅老總，係嘛？台灣根本有一個政權，喺一個國家，係啊，有外交，有國防，咪即係好似南韓同北韓咁啊？咁你而家你話佢唔係一個國家，其實你不認唔認還需認，台灣根本就係一個國家。係啊。全世界真係人哋係當國家嚟看待佢，佢真係有國旗、軍隊、人民，有自己嘅財政，任白撚自給自足嘅喎。即係你喺度打嘴炮，喂！但係人哋而家就一樣做緊嗰啲。仲有你講國家講兩樣東西，仲係
在制度的競賽上面，中華民國是遠遠勝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制度啊，我講民主的體制啊。雖然台灣的這個邦交就不是多，只有13個，但仲但係有一重量160幾個國家都可以俾台灣有免簽證，係佢哋本 passport 入佢哋嘅依一本嘅土地上邊。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得六啊幾個國家啫。你嗰啲地方嗰、那個那個零頭嚟嘅啫喎，一百六啊幾，佢得六啊幾，俾你都唔要去嗰啲地方。講真嘅，仲要講到佢啲公務護照點威點威啊嘛，100咪一個公務護照啊，嗰啲外交人員先有啊，平民嘅普通百姓嘅護照係得60幾個噶，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你唔受歡迎咧，舉世皆知嘅。14億人裏邊得60幾個人攞有公務護照，你點零幾嗱？今次蔡英文呢一個咁樣同議長見面咧，就為議長下一步訪問台灣鋪路嘅。啊，呢個就毫無疑問。咁啊，我覺得美國而家要叫做以台制共咧，已經係寫到喺額頭嗰度啦。咁啊，喺制度競賽方面，台灣係同普世價值、同西方自由陣營同埋開放社會係完全係夥伴關係。係啊，咁啊，即係你亦都好老實講。美國亦都唔係睇點睇你台戲啊！俾下面你係嘛？即係第一唔一埋手就上床，我哋就喺嚟我屋企裏邊 your pay or mine 咁啊！今次係 my pay 先，下次就 your pay 先咯。可唔可以諗少啲呢啲房事？唔係大家會易啲明㗎啦。即係我哋成日講房事啊，即係樓房市道啊。咁我好少講，應該唔好講咁多房事。呢啲畢竟都係啲私隱，都畢竟都係一啲屬於比較隱密嘅嘢。咁好啦，咁即係人哋做到出面啦，你有啲咩可以做啊？你有啲飛機啊飛過人哋嗰啲咩嘅警戒線？好驚你話射飛機啊！係啊，跟住你又射啲咁嘅所謂嘅導彈，射完幾粒之後你都冇啦，係嘛？你即係勞民又傷財，但係到最後，好似我記得以前有一套台灣嘅電視劇叫做《保鏢》，一打嘅時候就咪住，打親都咪住。你大佬打未啫？你好細年紀，點解你會睇保鏢？有啊！你好神童，我細嗰時睇嘅。記得曬嗰啲嘢，上官凌鳳打未啫？打次次都咪住，一跟住就下集再分解。係啊，喂，你又唔打，你已經係潛路記窮嚇。你來來去都係嗰三幅皮，俾人知道曬你嘅底牌係點樣。你就喺度嘈喧巴閉，但係你同時之間，你又話要對依一個台灣釋出依一個嘅橄欖枝，你唔准佢加入世貿，唔准佢加入世衛，又封死佢嘛？又要封死佢嗰啲，仲要叫佢長腳，明知佢今次去中美洲，你又派阿彭丹出去，就叫咗洪都拉斯翻嚟，自己貼錢賣難受，仲係啲戇居嘅嘢。用人哋開咗洪都拉斯開25億美元要台灣用錢賣愛情，係啊，但係中共有 double 嘅錢都唔止。就買翻一個金元外交的國家翻嚟，咁啊，跟住咧，你就拎一個過氣總統，其實馬英九喺台灣裏邊都冇人理佢咁滯嘅，即係佢仲喺度迷戀緊嗰啲咩九二共識，唔係啊，各自表述。唔好咁講啊！我哋喺錄影之前幾個鐘頭啊，就睇到有傳聞，國民黨可能推馬英九翻閹啊，競選總統啊，好似啱啱啊，依一個嘅郭台銘又宣布咗係要出嚟參選咯喎，佢未經過黨內初選噶嘛，係係。咁啊，當年初選可以好多人噶嘛，哥。咁樣，咁咪叫埋韓國瑜出嚟發大財啦，咁好睇啲。韓片又翻身喎，韓片、韓劇又翻身，韓國瑜都出嚟，韓國嘅海鮮咪好值錢咯，韓國瑜。講真啦，你而家咁嘅情況，你又喊打喊殺，又話點樣，但你一直都唔講話依一樣嘢，排除你武力攻台嘅依一個嘅行動。喂，咁講咩啫？冇嘢可以講噶啦，你仲話要講和談？喂，香港有版你哋睇啦，香港咪信佢一成，咪賓州失靈咯，講完啦，係嘛？即係香港喺台灣血肉車長城睇，係啊。死咗俾台灣睇，犧牲壯烈犧牲俾台灣，壯烈犧牲700多萬人。然後跟住你台灣，嗱你今日香港就明日台灣啦。你仲信啊？嗱而家700多萬人咁樣嘅慘狀，你2300萬人民，你諗清楚啲啊！你又磨緊刀，上緊子彈，整緊炸藥，我哋一定係要和平，希望大家可以和平嘅。但我哋唔排除武統台灣。喂，你喺度嚇嚇緊喎？仲有你飛機係咁飛去台灣？貼住個海邊嚟飛，貼住個島嚟飛。你而家喺福建嗰度，啱啱蔡英文同阿麥嘉石傾緊偈嘅時候，你喺福建裏面有海域又有啲管制，又話啲咩 practice 啊，影響到啲台灣嘅啲嘅漁船賣唔到去。佢反制啊嘛，係啊，中共講反制啊嘛。而家唔係封鎖海峽啊，封鎖海峽喎。咁講真，點信你啊？阿馬英九先生，你係咪傻 Q 咗啊？第一樣嘢，我好簡單，我套用翻此版名夫喺佢一個嘅網誌裏面，佢喺度講。
你如果問馬英九去訪問這個的、中共啱不啱、嗯、你就去看回澤連斯基被一個現在侵略他的國家的人打的時候，澤連斯基之前的總統如果去跟俄羅斯找普京傾偈，那你覺得啱不啱呢？這麼簡單的問題而已嘛。澤連斯基之前那個人不就是咁系咪賣台啊？烏奸嚟噶咯，唔係咯。如果你咁樣去做，所以澤連斯基上到位就係因為呢個烏奸不得人心啊嘛。係咪咁樣咧？係咪咁妥唔妥當咧？你一邊就話要同你釋出橄欖枝，一邊就磨刀霍霍上子彈整炸藥，係嘛？日日喺度搞人，無日無之咁樣，咁你叫人哋信唔信你咧？係嘛？做一個香港信你一成就即刻死曬俾你睇啦，係嘛？又你馬英九講咗啊，六四一又唔平反，你就唔會訪問大陸，你又已經違背咗你自己嘅誓言啦！你即係你作為一個政客，係冇一個準則，冇吉事啊！你馬英九低能到一個點，去依個 moment， 日本咁撐台灣，你喺大陸裏邊就大放嗰啲咩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兜口兜面打句啊，按 Q 文雄一巴，按田文雄一巴，喂！你有冇諗過，你對個國家人哋同你個 friend 撐緊你嘅時候，義無反顧要撐你台海安全？你就幫中國嚟去砌日本，你就喺度砌人哋，話人哋強姦你老母。仲有唔止砌，跟住就走去武漢嗰啲咩嚇，即係呢一個新冠咩博物館定係展覽館咧，就喺度話中共呢一個武漢呢一個係做得好好啊，即係防疫。有武漢真係啊，擦人哋鞋。哇！呢啲咁樣嘅慘絕人寰的說話，哇！全世界有成700万人因為你中共呢個病毒散佈全世界而瓜咗，你居然話中共做得好，做得好就唔使700万人咁樣慘死啦，係咪？所以咧，香港腳，你真係咧睇九龍腳啫，九龍腳深水埗廣華腳，佢又深水埗嗰邊好似啊，唔係廣華醫院，廣華醫院啊，係廣華醫院出世。是啊，即是你令到很多一些台灣的新生代呢，我想都還說他想翻閹，是啊，即是挺微的。台灣很有趣的，台灣呢就總之呢就是不問是非只問立場的，就是一些藍營的，一些綠營的，那那些票呢大家都動搖不到的，即是那些死忠分子但是呢蔡英文呢，我告訴你呢，蔡英文是一個很懂玩政治的人，即是從他以前上一次2019年借住香港的社會運動嚇懟翻爆呢一個韓國瑜，我就看得到他一個淨係玩政治，民生我有一個很大的 question mark 的一個嘅問號喺度。咁但是你而家大家就係幫大家的政黨在2023年底、2024年頭嗰個大選裏邊各自努力的時候，大家所做的所嘢，你去到訪問呢一個嘅美國，或者你去同呢個美國嘅打關係。你可以實質攞到美國很多一啲嘅軍援，美國一啲 promise 想賣俾你，最優即係唔係再賣啲二三代啊，或者係啲退役嗰啲嘅軍備俾你。而家你賣一啲佢支持，我唔記得咗啲咩，有睇新聞我就記得。總之佢支持緊烏克蘭打到台俄羅斯一撲一碌嗰啲。哦，海馬斯啊，係啊嘅嘢都賣俾你。咁人哋攞啲實質嘅嘢翻嚟，日本亦都係實質去幫你。你而家你馬英九，你走到去台呢一個嘅大陸裏面唱只月亮代表我的心，習近平。有冇話咗永遠唔會打台灣？我哋真係坐低傾，你可以攞到呢啲一字一字嘅呢啲嘅承諾翻嚟，你乜 Q 都冇，出去幫習近平去抬橋，冇錯，幫佢做文宣，幫佢做文宣，你真係我又對你好失望，係嘛？佢樣越嚟越似汪精衛，咁啊得罪咗汪精衛喎。汪精衛好多人話佢係漢奸，但係原來歷史上有爭論嘅喎，係嘛？汪精衛係咪真係漢奸？呢、這個係原來仲未曾有定論嘅喎。有些人話汪精衛當時是周旋在國民政府和日本之間，都是為上海都做了很多事情、嗯啊、那不是完全我們所說的史上的漢奸真的賣屁屁給這個敵對國家即、就是日本、啊、這個還有爭論，所以你這樣得罪汪精衛和他後人就 有保留、啊、但我不知道但搞清楚現在幫汪精衛後人翻案的是中共背後洗盤還是怎樣，大家又拭目以待，要了解清楚多一點。 那些什麼勢力都有的，也都有些學者純學者研究都不一定入中共數的、啊、當然中國可能都會插著腳下來，可能汪精衛當時不止周旋國民政府和日本，可能中共都有份去籠絡他呢、嗯、或者中共，你知道中共當時幾撲街的了，我不說撲街都不行、啊、毛澤東就叫他的特務頭子潘漢年就來香港，就將國民政府國軍的註冊的資料就賣給在香港的日本軍部情報單位，每年收幾萬美金，可能十幾萬美金
当时可以资助八路军发展。嗱，毛泽东公然勾结日本皇军，外国势力系。咁你话毛泽东个害处大定系汪精卫害处大？我真系有保留对汪精卫，即系意思即系话佢系汉奸啊！我觉得毛泽东先至系真正嘅汉奸。大汉奸。咁啊，讲翻呢一个嘅马英九同蔡英文嘅分别嘅呢一个嘅出访之旅啦。咁我自己就会睇咧，我都要留意翻佢哋同麦卡锡嘅公布嘅呢一个嘅讲嘢噶啦，系嘛？咁顾顺啦，麦卡锡已经直头劈头就话。Taiwan President 係直頭叫台灣總統都即係唔係叫 Miss Chai 啦，亦都唔叫做中華民國總統。OK， 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信號。咁啊擺到明踩地踩到頭上噶啦，咁啊亦都要睇下中國有啲咩嘅一連串嘅呢啲嘅反應。佢連你中華民國都搣埋啊！但係咧，中共好老實講，如果你喺依一個時間你去又死，你唔去又係死，你唔去，你國民就覺得你班友仔就廢柴，係垃圾、銀洋、垃圾頭，你做嘢。你就會刺激到頭先我所講南綠以外嗰扎嘅流離票，對個國家安全嘅依一個嘅議題，你亦都係好似喺2019年你打咗一張陳同佳牌出嚟，令到蔡英文嘅依一個嘅民進黨揸住依支旗可以上到位。所以而家中共係好戇居嘅，你兇佢咩？你又益 Q 咗民進黨，係嘛？咁你即係馬英九咗呢個？你兇佢咧，你就你自己你國民裏邊又難以交代，所以咧。嗰啲即係陰腎囊大係咪陰莖短嗰啲人咧，就永遠唔會明呢一個嘅做嘢嘅，即係只係聲大就夾薄，但係人都知道你習近平係弱智㗎啦。所以而家我冇講錯咧，你覺得你冇講錯，仲有你講漏咗樣東西啊！如果你而家惡形惡信對台灣啊，係啊，最近你習近平你又益咗美國佬㗎，又話去烏克蘭做和平使者，你而家對台灣仲惡過對烏克蘭。咁啊，阿習人斯基信你一成又係徐徐失靈嘅啫喎。仲有啊！習近平話你會同阿澤連斯基通話，到而家你失約喎、爽約喎、冇做喎、啊，所以你再做落去，嗰啲外商就真係即係冇鞋玩腳走啦。喺中共入邊啲外商話、啊，原來你仲隨時同台灣開拖。即係講真，馬英九就天真狗，第一天真狗，好似好押韻喎。第二樣嘢，馬英九就迷戀緊佢嗰啲九二共識，即係佢一手促立嘅呢啲嘅嘢，係嘛？即係一直係迷戀。但係馬英九，你有佢盲目崇拜和平呢兩個字，冇錯。佢唔知道和平喺中共嚟講係最佳嘅侵略武器。和平呢兩個字，你打勝仗之後講和平嘅歷史上邊咧，冇和談清咗之後咧，就直到永遠。冇實力，你唔會有和平嘅。即等於你鄧寇克、諾曼大登陸，冇實力，你點樣去打低敵人啊？冇打低敵人嗰時候，你永遠都唔會和平，所以都打仗。而家我嘅睇法咧，我會睇好呢一個嘅賴清德。賴清德。咁因為如果你只要中共繼續喺外形我想咧，你就基本上咧就俾咗籌碼，係啦。咁你而家個台銘打一張牌出嚟咧，其實咧亦都係深刻咧，亦都係佢哋打緊一樣嘢，就係針對緊呢一個嘅台灣嘅內政嘅呢啲嘅問題。大家都希望可以揾到錢發大財。其實台灣人同中國人同香港人不要分得那麼細，大家都係金錢動物嚟嘅。所以你金錢冇罪，不過要用得其所。所以你會見到有好多嘅微妙嘅變化喺一年裏邊咧，其實我哋會見到咧，就係喺台灣嘅局勢裏邊咧，就有啲嘅都唔使一年發展啦。下年台灣總統選舉是2024年1月13日，大九個月啦，大九個月到啦，咁所以好快之分曉啦。其實下半年已經知道大勢嘅啦。冇錯，今日我哋同台灣蔡英文總統同馬英九呢一個雙英出海咧，就睇到即係中共後邊嘅一個盤算咧，都唔係一定佢自己以為咁如意。實際上，中共喺台灣而家未來嘅總統選舉咧，其實係下風嘅。係啊，絕對下風。而家你呢張嘅台灣牌咧，美國打得係出神入化嘅，嚇，即係亦都係不停喺度。仲有未出盡添啊！美國牌。同埋你見到國際嘅局勢咧，啱啱有芬蘭咧，亦都係加入咗依一個嘅北約啦。係啦，咁已經係大家都好拉邊嘅啦，大家已經係全部啲人腳就開始埋堆嘅。咁啊，埋到隊，吹曬雞，咁之後做啲咩嘢？大家都拭目以待。下一步中共你自己知道自己身家噶啦。係啊。咁我哋又由中共台海邊又翻嚟加拿大咧，我哋知道加拿大一家好大嘅電信通信商 Rogers 咧，最近就用咗260億加紙就收購咗另一個通信商 Shaw。係。啊，呢個 Shaw 都係通信商兼夾，都係 cable 出名嘅。咁就以後咧，就可能手機費咧，就加拿大人咧就可以降大概20%。咁啊，
有冇一個壟斷嘅問題喺度咧？阿老岳，嗱，我記唔記得我哋曾經有講過依一個議題啊？係。喺我嘅立場裏邊嚟睇咧，加拿大嘅地方咁大，加拿大嘅人口咁少，係。唔似香港咁聚焦，係。市場高度密集。Infrastructure 如果要興建嘅成本，絕對就會輕過我哋加拿大好多。係。但係加拿大嘅人口只不過我哋嘅依一個嘅五倍內，五倍六倍左右，係咪？咁好啦，咁換句話講。賺的錢和加拿大自己本身的人民是不是一個這麼依賴網上的這些上網族呢，是不是以後有待去商榷，但是隨著世界 的發展，上網啊、Zoom Meeting 啊、視像啊、拍攝啊、視訊啊、Streaming 啊，其實這個就會越來越蓬勃的。好了，但是個關鍵就是當我去做碌街的時候，我經常都見到一個問題，就是個 coverage 不夠，即是那個 wireless 是不行的，經常斷的。這個原因是為什麼呢？因為你地方這麼大，你要做這麼大的 infrastructure、啊、你如果太多 players 去一起去玩、嗯、其實根本是沒辦法做到的，因為我不會賺到錢去做到這件事、哦、即是那個規模經濟問題。對，所以我得出一個結論，我們要承受一個獨大的大 brand，他是賺了我們加拿大的人的錢，而但他要做完他，做完他，還是你要好鬥便宜鬥爛錢，但你拿不到一個好的 service， 即大家要 sacrifice， 大家要想的、這個、即是如果你問我呢、你樂見其成的，我樂見是收購，是還有因為你會變回一個加拿大，你變一個強的 brand。 而加拿大我一直都講的，那個是最缺乏的，就是一些大的公司、大的企業賺到很多錢，然後將加拿大製造更加多的就業機會、嗯、然後這個 brand, 多些 innovation， innovation 和這個 brand 是可以跟其他的 international player 爭一日之長短的、嗯、而不是很多二三線的二打六啊、細細矮矮啊、沒什麼大作為的這些公司，就變成困獸鬥。是啊，還有每一個人都這麼小的時候就照顧就更加少了，因為沒有力嘛，大家。所以你在這個情況之下，你現在你空港白話我要公平競爭、嗯、我們要反壟斷，我們要保障有一個商議一個價錢、其實你要，我相信在加拿大的法例上面或者是監管上面 Rogers、嗯sorry 現在是 Rogers 是應該他們會做到一些對加拿大國民會負責任的這些的服務的。所以我如果你問我，我是樂見一個壟斷的一個的政府，現在都不是完全壟斷，都還有其他，他要嘔回一些地方出來，要給他在跳 back 那邊、又 要放寬一些東西。沒錯沒錯、啊他現在準這個合併都已經計了所謂壟斷的那個風險系數，會將他們拆件、也都會令到手機的方面呢，就是那個市場上服務的範圍呢，令到大家就盡量不會被數家獨大啦，那個費用就降低啦。關於那個基站啊各方面呢，咁的確係你講得啱嘅，你有大公司你先至可以維持得到個基站啊。嗯，小公司呢真係喂，我仲要鬥價錢喎，大佬，客仔就得咁多啦。我去維持客者都有困難，還要我加建基站呢，然後跟住基站負責為翻你錢，係唔夠我起基站嘅費用。咁我不停要攞 proposal 問銀行借錢，咁但係我賺翻翻嚟嘅錢又還唔夠息，咁邊咪又破產？咪破產？咁又要借國家去出手去干預，係嘛？即係呢個唔係大家坐低喺度空講一啲道德啊，大家要公平啊，依啲嘅喺 kindergarten 大家都知道嘅依樣嘢，你要睇實際嘅環境打實戰啊。好啊，咁希望我冇講錯咧，即係我嗰啲價值觀好似好唔啱加拿大喎，將我唔係噶，唔係我都係李嘉誠嗰啲嘅套嘢擺咗過嚟喎，啲香港啲人唔係，我諗係嗰個市場經濟，你要睇到加拿大個獨特地方就係地大人少，就嗰個服務咧要覆蓋真係一個好高成本，同一個 token 啫嘛，即係世界第二大嘅面積嘅大國家。你睇中國，你得個斐國移動同埋中國電信，斐國電信、斐國移動兩個啫嘛，仲有其他啲咩嘢冇啊？佢都係獨大噶。但他們就要不停去賺錢去標其他不同的地方，當然賺的錢是有很多的中共的權貴去分水，是但是你想想，如果在中共這麼大的地方裡面有20間的電信公司沒有肉吃的了，但是就好一點，不過他有14億人，是那麼20間彌補到20間，每一間公司管 1.5 個省，是啊，我們的這個地方是大過中國，
但是我哋嘅人口是中國嘅唔知 N 咁少咁多倍。冇錯。咁你諗下，一個省都多過我哋啊。咁你諗下啦，第一諗下啦。係啊，隨便一個省多過我們。就係咁簡單嘅啫，即係依一個係大家讀過 Economic 101，大家都會明白嘅道理嚟。係，所以都唔係完全所謂我哋嗰啲反壟斷法啱用嘅，喺呢個加拿大，即係俾你倒翻轉嚟，你要做啊，你呢盤生你要做啊，你做唔做得到先？理念就好好啊，即係大家即係唔好俾幾家獨大佔嘅市場。但是你要計一計個規模經濟，計一計嗰個單位成本，計落之後咧，你即刻都卻步啦。你揾到錢，你只可以改善你嘅依一個服務。你揾到錢，你只可以發圍，你可以再參與更加大嘅 project。你唔造就依一間嘅公司，有陣揾到錢，你就之後大家就冇運行。佢直至啲細公司不停揾唔到錢，炒人、lay off 或者 whatever 嘅嘢。嗱，呢個就解答咗你之前一直都係疑難。即係點解加拿大出唔到 Silicon Valley 呢啲咁嘅人？就是、因為個嗰個發展模式係錯咗，所以咧就大家都顧住要維皮，搞得掂嘅常生活，就唔得閒去做創新啊！不如我交得到數，我都算偷笑啦，仲要我哇又要即係突破技術，又要突破營業額，哇！你真係係咪有少少即係賴口冇想食天鵝肉咧？咁呢個 Rogers 同埋 Shaw 嘅結合咧？就解答到好多老外以前解唔通嘅問題。都係講嗰句啦，加拿大人一個個 mindset 就唔係好想贏，加拿大嘅 mindset 就唔好搞咁多嘢，加拿大嘅 mindset 就 lay back 少少，即係冇呢啲嘅爭雄嘅呢啲嘅 ambitious 嘅雄心咧。其實加拿大咧永遠都係一個嘅一流尾二流頂嘅國家嚟咯。一流尾，哇！你好睇㗎。哇！你咁樣賣國嘅老闆，真係好多謝你，好多謝你啊！感到飄飄然啊！一流尾，原來一流尾唔係一流一啊，一流尾，二流頂係啊！二流頂即係頂意思，即係都頂過，都好過英國咁啦，係嘛？英國三流啦，英國唔敢講。嗱，英國又咁樣睇喎，即係有少少都唔可以咁嚟。英國又英國嘅文化軟實力係 top 曬好多人嘅，冇錯。英國嘅嚟其實好多加拿大都係跟住英國嘅口水味咋。其實英國有另一類嘅真正嘅方法。英國的語言啦、軟實力啦、皇室啦，仲有啊，荷里活好多頂尖嘅呢啲嘅男星啊，其實全部都係英國人。英國嘅靚女就唔多，但英國嘅靚仔就好 Q 多，所以好多基佬。我哋嘅掉會絕一聲，直接上升。唔係，我都係講事實啫，事實就係好難聽嘅。嗱，呢個外貿協會嘅榮譽會就係咁上下嘅啦。差唔多時間到咗，好多謝大家，想記得記得撳個 like 啊 ，subscribe 我哋，咁啊有時間多啲留言嚇，咁啊多啲 share 出去，咁啊下次再傾，好，拜拜。